在那边，我在那边，也在加拿大，现在被 Fast Drive 了。开了，好像八小时就开了。哇！而且人家邀请他，他都去。啊，这么好玩！太棒了！哎呀，南京这么好玩。我觉得他发挥很好，对，很稳重。而且他特别稳定，哎，性格也性格，对，对，他也不打球，不知道。对。也不会跟你一样强。对，而且我真的就和这样的打球。对呀，又是全能型的。全能，哪个位置都能站。对呀，什么都能打。对。没都没，你看他都打过来。对啊，没都。哎，对啊，而且都打的。是啊。就比较那个全部一样。哎呀，我就说。反正他们是不会的，就是对，包括你看篮网，对，你看对，但是他们其实就是效果蛮好的，对，对，就时间长了，对，哎，我们要换一个小音器，我们可以听歌吗？当然可以，可以，只要不是你在听，听都可以。可以放啊，金啊！Thank you.
我是放鱼羊那一方，放鱼羊那一方，对呀。Sorry. 老板，老板。哎呀！继续吧。啊，继续上来，继续。你好，恭喜你要下来。那个谁，你看，我带了那个，你有没有 music？ 你有没有 music？ 你们。对，我带了喇叭。我的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带了这个喇叭，你有没有 music？ 我有 music。可以连，好啊，可以啊，要用我的播是不是？对，你就连到我的。可是已经不在播了。我没有 list。这么好，还有音乐。你越来越好。现在这么好，还有音乐。对啊，咱们要有气氛。对，美国人打球都是有音乐。膝盖就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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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膝